係啦，佢表演一首表演一首鋼琴嘅演奏啦。我記得佢憎死我，我再講嘢落去。你咪休息飲水啦。係啦。唱首《我的秘密》，這個就是我的秘密，我不告訴你。其實有人等你什麼？其實有人等你是不是要訪問一下？沒有，那我們現在就會送一首《我的秘密》給大家聽的。
重返光明的奋斗，没有烟雾的晚空，如看见远方的花火。
你我他想世上多，仍然能同走。Thank you， 呢首系慧能嘅《就想世界》。醒晒添，冇事，顶住。咁嚟紧咧都系一首大家应该由细听到大噶，大家应该可能会唔应啊。咁系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。
落到嚟咧，就有首歌送俾大家。如果大家都想 follow 我 IG 咧，可以揾翻 L 底線 WIKYY。因為啱啱有朋友仔嚟問我，但係我要準備表演啦，要接住落嚟，好緊湊下一首歌啦。咁呢首咧，可能大家唔會話好熟悉，因為嚟緊係唱鄭融嘅《四季》啦。大家可能會好熟佢一首《紅綠燈》呢首歌，但今次咧就唔會表演呢首啦，就會唱一首《四季》嘅歌。过一阵春天，过中秋，到依家等到中秋啦。秋天啊！好似话嚟隔几日咧就会落大雨一个礼拜，大家记得带遮出门口。因为咧我系一个唔带遮嘅人啦，所以成日都堆满晒呢个雪柜遮。
嚟緊咧都會帶首小幸運俾大家。咁個小幸運咧，佢本身係邊出戲咧？我的少女時代。係啦，我好似又睇到。你會唔會唱得喊？唔會，阿媽唔喺度啊嘛。歌手唔關事，應該係一首細個唔識拍拖嘅歌，我都唔知道，好似過咗嗰年度好耐，唔係唔係，過咗係一年啫，一年係啦。OK。好，陳年，嚟緊咧就
去唱一首？咦，十點半都咁多人啊！首先多謝大家一路嚟聽啦，係啦。咁你想唱咩歌呢？請飲水啊！出嚟。係唔使唔使，係。哦，呢首啊，即係唱夜啲唱啲經典啲歌，然之後係吸引多啲人聽。等大家一起翻翻去嗰個時代。咁我哋咧嚟緊要唱紅，sorry， 嚟緊要唱《紅豆》呢一首歌嘅，希望大家中意。
如果想你都好多分場。好啦，雖然我哋表演差唔多完啦，但如果大家唔想咁快完嘅話，想繼續聽我表演，下次有機會見嘅話，可以留意我哋 Instagram 嘅。咁我咧就係叫 Winky 啦，個 IG 名就係 L_WINKYY。咁大家可以 follow 或者拍張片，可以 tag 翻我噶。我又笑啦，唔好意思。下一首唱咩？下一首咧都係一首經典嘅歌曲啦，就係林憶蓮嘅《分分鐘需要你》。就唱咗 Ega 嘅 Superman， 而家咧就係唱多首 See You Next Time， 大家都應承我，下次都見到你哋噶。Thank you.
Thank you， 呢首就係 Carrie 嘅《人非草木》，多謝大家，好開心啊！今夜仲咁多人聽我唱歌，聽我哋。你唱歌，你冇聲都 cut 咗你。OK， 係繼續唱啦，係嘛？係。好，咁我哋。好，咁我哋咧嚟到最後一首歌啦，係咪好唔捨得咧？我都好唔捨得大家。咁好啦，帶嚟一首《喜歡你》送俾大家。俾我哋出 show 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再留意一下佢哋之後都有其他表演嘅。咁如果想繼續咩啊？有投訴我聽到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繼續留意我哋嘅動態咧，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啦。我嘅 IG 就係 L 底線 W I N K Y Y Winky， 咁就可以揾到我噶啦。咁我隔離嘅琴手係 Anthony， 咁希望大家，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嘅表演啦。希望下次見到大家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